中奖届满50周年，台北松山文创园区展现金钟50响的特别展今天开展，一早请到了黄子佼担任导览员，带领贵宾回味广电的发展历程。当然一定会有一些历史文物啊，包括的照片啊，还有一些硬体的器材啊，同时我们也很多的平板电脑啊，大家可以在上面听到经典的广播节目，或者是看到一些金钟名人的访谈。展区有分5大类别，包括了电视名人墙、金钟讲座演变以及金钟人物访谈。现场民众还可以体验当主播或 DJ 一天，感受广播电视媒体人员的工作环境以及酸甜苦辣。还有 QR code 的这个合照，你可以把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主角去掉换成自己，女主角去掉换成自己，我想这些都是很棒的一个体验。金钟50响的特别展从中挑选出了200多件珍贵文物以及影音内容，要让观众重温过去跟全家人一同在客厅听广播还有看电视的美好岁月。记者潘亮观点报道。